每一天牧师跟你做会祈祷。今天是11月7日，诗篇84篇80安尼讲：万军的上帝耶和华，求你听我的祈祷。雅各的上帝啊，求你阿耳孔来听。三个来祈祷。阿耳孔听完祈祷的天父，我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全能全知、信实可靠的永活上帝。主啊，你是宽容怜悯、慈爱良善的疼痛天父。主啊，求你纪念你的怜悯甲你的慈爱，因为这是古早以来常常有的。主啊，愿在患难中求你怜悯阮，阮的目睭因为油门打歹，阮的心神、阮的身体也是安尼。主啊，求你怜悯阮，因为阮通力求救你。主啊，你有怜悯甲恩典，够丰盛的慈爱。主啊，你怜悯敬畏你的人到永远。万军的上帝耶和华，求你听我的祈祷。雅各的上帝啊，求你阿耳孔来听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，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